那小钢镚呢？你太忙了，这两天可能太忙了。花这么大吗？不知道怎么能长多大，让花上花玩会儿，让它玩，让它。哎，你娘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走了。下去啊。谢谢骚白小迷妹儿，小花、小草、小朵儿。哎，那这给他起名啊，费老劲了。啊，是我家小七也是，我那会儿想起名叫小三儿，后来李飞不让。对，就别人报。小七挺爱听的。那会儿也都会没叫小三儿，要不然除了你们在说小三妈，我不得挨揍啊。小花，小花，后来都不知道叫花叫什么。不想死，行，你看他那天晚上不是脱？老天，他怎么脱下来的？你看，自己可厉害了，就是能脱。哎，他往下拽，给我，他往下拽，哈尔滨。都没跟他们聚好，怎么了呀？哈尔滨他们上次你们聚了吗？我还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哈尔滨都和谁聚了呀？不知道啊。花花吃饭没吃了？吃了啊。小花，过来，手给我，哎，过来，小七，过来，你过来，拿手给我。可厉害了，小七！过来，不回来了。小青青，小七，在笼里。我都怕把小观众给折腾感冒了。这是穿衣服了吗？穿了，穿的是那个薄的，给他还好，他在车上没坐好吗？你去来的时候，小时候的小七，小时候的找一找看那。小七小时候是夏天吗？然后都是薄的，他现在走的时候穿的也是小七小时候的衣服，但小七那个那天冷了，没有那个他能穿的都大。小你家猴子卖吗？没有卖啊，没有卖，我不卖猴子，所以大家也别问我了，我家。电梯手，放什么？哎，你家门一开也挺放亮的。电梯是往下走，看是不是去妇婴。回来了。